今天要给两位表演一个海绵球的魔术，我这里有一颗海绵球，来你看一下。没问题。OK， 好，仔细看这个海绵球，我把海绵球呢像这样，哎，你看它会变成两颗。好，这两颗呢，我们现在简单给它记一下，这个叫 A 球，这个叫 B 球。如果我把这个 B 球放在我的左手 ，A 球放在右手，轻轻碰一下，请问右手是什么球 ？A 球。A 球。哎，对，但这是魔术，其实它变成 B 球了。哎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看不太出来，对不对嘛？你怎么说 A、B， 可能我也不太分得出来。那这一次这样，我把 A 球放左手 ，B 球放右手。哎，它转移过来，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了，对吧？好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能太快了，没有看清楚。来，你帮我看看这个球。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两个球你会更喜欢哪一个？这边的，这个是吧？好，那这次我把这个球呢放在我的左手，像这样，你把这个球呢也一样放在你的手上面，对，握住，然后放在这里 ，OK， 好 ，OK。然后这一次我把这个球呢这样放回我的手上，打开看一下，哎，两个球跑到你的手上去了，你先把它试一下，来，伸出你的右手，对，把这两个球呢像这样握住，放在这里。那我告诉你呢，其实我现在还有一颗球，还有一颗球，第三颗球。那这次我要挑战一个比较难的，我把这个球呢这样放在左手，哎，打开看一下，哦，是三个球。好，我把第一颗球呢这样放在左手，第二个球呢放在左手，第三个球呢放回我的口袋里面去，但是你会发现三个球又跑回来了。一个球放手上，两个球放手上，第三个球呢放回口袋里面去，你会发现三个球呢又跑回来了。最后一次，一个球放手上，两个球放手上，第三个球呢放回口袋里面去，其实一直都没有球。 OK， 感谢。